梦寐以求想要得的奖。哦，但是可能都没有这个机会。没错，如果有来生的话，祝你可以顺利拿下。如果有来生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好吗？但是呢，女配角在一个组里也是起到了很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嗯，正是因为配角的优秀的表现，才会给一部戏带来不一样的色彩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颁的就是最佳女配角。嗯，好了，快点，我赶飞机。啊，是的，刚好我们还演了一个戏叫《壮志高飞》。是的。对，今天我们也带来了《壮志高飞》的片花，大家欣赏。哦，不是，是今天我们带来就是，请看最佳女配角入围的有，请看大屏幕。你为什么把那个神经病交给警察？他那么年轻，是一个那么有前途的医生，他又聪明又好学。我吃糠咽菜都愿意跟着你，就是看中你跟其他男人不一样，你咋也只顾自己嘞？痛啊，快啊，总是在一起的。我离开杭州以后还能再跟你联系吗？是他们先惹的我，我好好的在那儿上班，他们把罗子君送过来了，还警告我，威胁我。陈俊生，你也有份儿，你现在已经跟罗子君离婚了，你是我的老公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对前妻的关心超过我？我是罗子君的妈妈，陈俊生的丈母娘。怎么样，静静？过不了就不过了呀，拉倒的呀。最佳女配角许娣，恭喜恭喜。评委会的评语是：用人生就是舞台似的表演，大开大合，明快奔放。来，我们欢迎许娣老师。许娣老师，有请。我们特别想看许娣老师上台领奖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姿。这就是大开大合，明快奔放。大家看了许娣老师的戏啊，都觉得特别惊讶，一个北方人，一个曲剧演员，怎么把上海的丈母娘演绎得如此活灵活现。大家在讲三年给的各种三母娘跟侬运到美好哦。我觉得我特别意外。嗯，真的，我今天其实来过年的，跟大家在一起是欢聚团聚的。我因为昨天我觉得我是非常重视我昨天的活动，因为我觉得我是被提名了，能够被白玉兰得到提名，我觉得我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奖是特别重的对我来讲。所以我今天我完全没有想到，我觉得一会儿我马上，医生，我心脏过速了。没事，我就是医生出身，你放心好了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因为首先我要感谢这些评委，你们怎么会给我这个奖呢？我真的谢谢你们。因为这里面的李沁，还有江山，还有吴越，还有一个谁，万茜，都是特别特别棒的演员，他们都比我有才华。我所以就是说，评委们，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年龄太大了，所以才给我的？真的，我在这儿要感谢新力传媒的曹化义先生和黄兰小姐，他们对我太信任了。我参加了他们无数个的戏，比如说《大丈夫》里的王慧娟，比如说《小丈夫》里的姚美娟，比如说这个《前半生》里面的薛珍珠。我觉得怎么可以让我在
啊，怎么你们怎么能够相信我，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天地里驰骋呢？这种角色是各色各样的，真的，你们让我发挥了我的最大的潜力，我感谢你们，我感谢我的对手演员们，我感谢导演，我感谢沈岩导演您的指导，感谢齐雯小姐给我的这样一个蓝本，没有你们，没有薛珍珠。另外，我觉得我还要感谢我的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们。我75年学习表演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要演人，要演人物，要爱人物，不要演自己，不要爱自己。还有说真听真看真感受，到现在我还在受用，我没有还给老师，谢谢你们。再次向许迪老师表示祝贺。上海人们也有个愿望，从这部戏以后，从今天拿到白玉兰奖之后，侬可以移民到上海了，侬吃干了。好的呀，好不啦？你说。好的呀，好的呀。上海很多人都想找你做丈母娘的。好的，再次谢谢许迪老师，当心啊。我搀你下去，我啊，你不要哆嗦，我搀你下去啊。祝贺许迪老师为我们演绎了如此精彩的一个角色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将揭晓的是最佳编剧。